周四，有一架土耳其军机在中部的安纳托利亚进行例行训练的时候，因为技术问题而在开塞里省迫降。由于事发紧急，军机是以极低的高度飞过高速公路上的来车。我们透过画面中可以来看到，这架军机几乎是贴着车顶飞过，甚至掠过附近的体育场，场面相当的惊险。好在有关当局已经确认了，飞行员跟机组人员在紧急迫降之后全数平安，而军机本身毁损的程度也相当的轻微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